大家好，我今天很期待带你们去我很好的一天。我的朋友刚写完他所有的大学期末考试，于是我们当然要庆祝一下，对吧？城市里有一个新和很有名的地方叫 Food Repair Shop， 外面看起来像是一个修复旧技术和东西的地方，但从内部看来，这是一家很酷的中式融合餐厅和酒吧，提供点心和其他中式菜肴。我之前已经来过这里一次了，我有一段不错的经历，所以我也想和我一些朋友一起去。尽管他们对这座城市是比较新的，但是他们已经建立了很高的声誉，所以他们在开业前总是会排队。我们看一下菜单吧，他们有很多经典亚洲味道的鸡尾酒，但也有很多点心和其他亚洲味道的菜肴啊。菜单上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肠粉。Lucia 吃素，所以我们点了无肉的东西，比如说肠粉、豆腐等等，但先点了鸡尾酒。我自己的叫樱花， Lucia 也有一样的味道。我们都喜欢拍食物和饮料的照片，你们也是一样的吗？这些鸡尾酒有点贵，一杯酒就是14加币，就是像70人民币。说实话，食物花了很长时间才出来，我们等了45分钟才吃到第一道菜，豆腐。老实话，这有点乏味，但我想我已经习惯了吃中国的豆腐，就像吃麻婆豆腐一样， lots of flavor, you know。 下一道菜我们也等了很久很久，这肠粉里面有腌蘑菇，我认为他们很多菜肴中使用了一些类似的酱汁和味道，因为味道没有那么独特。那看这些饺子哦，哇，饺子一开始看起来很奢侈，有很多配料，所以我很想尝试一下。我真的得把白菜、面包、蟹的配料挖出来，但我太激动了。这些都是猪肉，所以都是给我的。我想一开始我很困惑，因为它尝起来像面包蟹。那不管怎样，然后我们离开了餐厅，打算在别的地方吃甜点。我们对食物来的时间有点失望，和味道也有一些问题，但没问题，饮料和气氛都很棒。Speechless? Yeah, that's your thought? Speechless! Good, how did you like it? Very good. I don't believe you. No, it was good. The drinks were like absolutely incredible. However, it was, the food could be improved. Like, I don't know, but like, you know, I've had real Chinese food. It was definitely a fusion. The vibe was impeccable though. Yes. You can't get that vibe anywhere else in the city, right? That's right. Okay, what are we doing now? Getting ice cream. Ice cream? What kind of flavors do you guys like? Chocolate, of course. Yes. Chocolate? Y'all are chocolate. And mango? Yeah. I'm very much of pistachio and rose. Oh, y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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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right. 我们城市中心有很多吃的地方，所以我们只是走到一家受欢迎的冰淇淋店。你们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淇淋？我们最后得到了味道是菠萝、巧克力和当然我得到了开心果。好吃。Do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say pistachio in Chinese? Sure. It's 开心果。
开心果。And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say happy? 开心。And this is 开心果 which basically means happy nut. 开心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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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现在会跟我妈妈看电视。那如果你们喜欢这种的视频的话，请点赞和关注我哟，谢谢大家，下次见。Yes, sir. What if I put you here? Then I can say bye to you over here. 很舒服的衣服。That's it. Okay, bye bye. Bye bye. 希望你们今天过得很开心。希望你们都努力工作。你们都你们都我希望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喜欢看我的视频。Okay,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 bye, cutie pies.